很多单位都是狼多肉少，我们这单位狼多肉没有，这肉没有，根本就没有，没有。有朋友说这主持人是怎么回事？主持人是我们租来的。对，我师傅说了，谁跟主持人说一句话，立马开除。那都是你师傅，都是你师傅花钱租来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我就当没听见，好不好？那事儿呢？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哦，接下来有什么作品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没有。就这么一正经人还给得罪了。铁锤妹妹跟燕子喜欢谁？哪听都不像人。铁锤妹妹、燕子，这都是虚构的啊，都是假的。我喜欢我的媳妇儿。你们相真了。喜欢我爱人。知道有直播，嗯。哎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吗？关了，关了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位朋友问说：“孙老师，你的大床你自己睡得开吗？”他是胖，但是他那个床，他虽然瘫那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等，哎，就是您就甭替我解释了。